好，我知道我要吃什么了。我要吃午餐肉。中间那个黄的，那是啥？二两鸡胗吗？太可爱了。甭管哪儿的鸡胗，给它下了就行。汤在哪儿啊？汤在哪儿？你去加点水。老板，加点水，小心。能给我们这个锅加点水吗？这起来还挺好玩的。加点水。顺便帮我倒点水，谢谢。满的，这挺好的。小月月，给他俩的。来来来来。哎嘿，因为我平时生活中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照顾人的人，可能我觉得这些小的举动可以缓解气氛的同时，拉近一下我们之间的距离。好暖啊，好可爱啊。那我就给你们先打个分儿吧，要不然。哦，直接打分了。关键时候到了啊。让山姐你也打一下，然后咱俩综合一下，好吧？好。是单社交这块的表现，还是？就是综合性。进了公司这五天，不管是在公司里面跟大家的相处，还是你们彼此的相处，还有就包括就昨天我们的出去工作范畴之内啊，就这样。这个评定哈，就不光是昨天吃饭的事儿。我是这样的，山姐。对，你说吧。哎呀，那个给北明六分，对，很高了这分儿。六分就是高一点了。然后就为什么给你就是分稍微高一点？因为那北明就眼里也比较有事儿了。北明，你那个视频你弄出来以后，然后你分享给我。好。可以打印了吗？他一直在做一些技术类的东西，是需要这样的人才。你好牛啊！很简单。好暖啊！汤在哪儿啊？汤在哪儿啊？去加点水。眼里有活。你在公司内部，就是等所有的工作人员也很喜欢你，这也很好啊。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，让大家都舒服，这个很。